位立場新聞讀者大家好啊！咁現場咧係尖沙咀金馬倫道嘅通利琴行外。咁咧今晚咧七點半係有網民號召喺呢個位置咧就會舉行一個音樂會㗎。咁就係相信咧有一啲即係支持呢個香港抗爭運動嘅市民啦，就會喺度演奏嘅。咁咧可以見到咧，其實有啲市民咧已經喺度聚集㗎啦。咁啊，但係個氣氛咧係和平嘅。咁啊，大家似乎咧都係即係嚟聽音樂咁樣。嗱，見到現場咧，其實都好多人啊，好熱鬧嘅。大家準備好未啊？準備好。唱國歌。唱國歌。报仇！你等我讲过。